我们之前就认识，他后来才知道他是我甲方。但你觉得李泽南这个人怎么样啊？啊，他挺好的。嗯，但是呢，他有时候有一点，有一点点的严厉，严厉，挺严厉，有点意思。 雅妮姐，你现在想不想？说话了。未来的叶首席第一次做这么大的案子，感觉怎么样？ 万箭穿心，甲方太难伺候了。胡总，胡总，叫雅妮姐，不好意思，雅妮姐，您要不要先看一下这个营销方案？这样吧，我现在时间来不及了，有个朋友要过生日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就在那儿过方案吧。好啊，上车。 来来来，干干干！来来来来！啊，那对的，还没回来啊？ 胡总，喝一点吧。啊，我不喝了，我们上班的时候不允许喝酒。您现在已经下班了。我今天的工作就是跟您对方案，但是我方案还没跟您对，所以我还不算下班。您看您现在方便看一下我的方案吗？等我一下。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，这位一直坐在角落里的小妹妹，是我们郑雅轩请来的优秀的设计营销的人才。她今天是来跟我过方案的，但是创意这个事儿啊，个人的喜好不能代表大众的喜好，所以今天这个方案我说了不算，得你们说了好才算好。来吧，叶璇，跟大家说说你的方案。 来吧来吧，现在，说说吧，就是这样。说说吧，快点吧，没关系的，讲两句吧。还对不对方案了？对，来吧来吧，快点，说吧说吧，不好意思了，害羞，没关系的。 来个来，来，打开啊！哎，你还有点什么来着？
很多人在刚开始提案的时候都会紧张。没关系，正视这种情绪，同时要相信和暗示自己是个提案高手，讲出你的故事，注入你的感情。大家好，我叫叶璇，我是一名小小的设计师。在阐述之前呢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今天好好吃饭了吗？是。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呢，我是想表达，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事业很重要，谈恋爱很重要，交朋友很重要，照顾家庭也很重要，吃饭反而变成了最次要的事情。但是我认为呢，吃饭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，因为它贯穿着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而且也能记录我们美好的日常，所以我觉得它值得被认真对待。胡总打造的郑雅轩呢，就是一个能让我们好好吃饭的地方。大家都知道，胡总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所以他把对生活的热爱带入到了食物中，也可以用食物时刻地提醒我们好好吃饭，好好生活。这就是郑雅轩想传递给大家的品牌精神。我说完了。都说了不要做鱼汤啦，你这大晚上的啊。啊，认错人了。妈，有个男的奇奇怪怪的，大半夜的扔垃圾还说认错人了，盯着我看一只还我。李总监，你干嘛呢？你这捡了个什么呀？文件不见了，可能扔垃圾扔错了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我去给郑雅轩阐述合作方向了，你猜怎么样？怎么着？获得了全票通过，我现在就回去准备拍摄脚本。恭喜！哦，对了。豆可奶茶的修改方案我已经发你邮箱了，空了看一眼。放心吧，我们爸爸爱德就是爸爸爱的，肯定没问题。我只看重结果。你不找文件了？不找了。奇奇怪怪。南哥，我这就收拾啊。你先过来，过来。怎么了，南哥？这个就是爸爸艾德新送过来的策划案吗？是啊，打回去重做。我这就去通知他们。等一下，把他们对接人直接叫过来。好，南哥。不行，不对，哎，你这一早上就做了九个字儿。发型倒是乱了不少，你这再不出结果就要有些后果了。你说那些影视编剧都长了几个脑子呀？我怎么一个字都写不出来？
吃午饭了吗？我带你去吃一家。我不去。谢谢。你知道有钱人为什么都愿意去哲雅轩吃饭吗？好吃啊。除了好吃之外，人们其实是喜欢去感受每道菜的历史。好的食物呢，能带你穿越时空，感受历史的变迁。尝尝看。就好比这个包子，第一口下去，你能感受到老板凌晨四点在店里剁馅、调馅、和面的整个过程。第二口下去呢，你能感受到农民在菜地里采摘，还挂着露水的新鲜韭菜，或者是在竹林里捕获那些新鲜的生笋。每一口下去呢，它代表的都是一段时间和空间交错产生的故事。想什么？成哥，我知道这个故事该怎么写了。这段我写，开始。之前对接的那个叶璇呢？啊，他去负责新的客户了。接下来豆壳这个案子会由我和丽娜来负责执行的。你们换人怎么也不跟我们甲方说一声啊？一个项目的执行期突然换人，你们知道多耽误时间吗？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啊？领导们请放心，我们李首席的经验可谓是相当的丰富，曾经负责过很多知名的案子，然后我们在业内呢。知道了。我们现在可以聊方案了吗？这个呢是我们最新的设计方案，在创意的初期，我们走访调研了很多顾客，收集了很多他们的意见，对我们所有的产品提出了很多核心的产品的痛点。我们能不聊这些虚的吗？直接说创意吧。好。这个创意呢是我们根据奥可之前给到我们的修改意见来。你这个创意是借鉴了 Norman Rockwell 给可口可乐公司设计的海报，他曾被纽约时报评价为本世纪最受欢迎的艺术家。至于这个跟可口可乐公司50周年的海报类似，那个海报的作者是新写实主义画家 N.C. 卫斯，我应该说的没错吧？豆壳奶茶是一个中国品牌，需要中国自己的特色，而不是一味的借鉴。请问一下，你喜欢喝豆壳奶茶吗？当然，我为了这个项目喝过它的每一款产品。我问的是，你喜欢豆壳吗？开心的时候会想喝哪一款？不开心的时候会想喝哪一款？我想你还没有想明白，回去好好想一想。我们也需要好好想办。两位请吧。那就不打扰了。真的，太好了！谢谢您，我现在就去筹备啊。放心，放心。好嘞，拜拜。成哥，甲方说我们剧本特别好，愿意给我们提供场地和拍摄道具。真的吗？哎，我认识影楼的老板，服装方面可以刷脸解决吗？太好了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就差演员了。啊，磊哥，我们现在需要一男一女两个演员，你准备给我批多少预算？小燕啊，这次是试拍，所以公司暂时不提供预算啊，只能自己想办法，内部解决。内部解决啊？咱们公司就仨男的，你说这老徐这么油油乎乎，
你呢？怎么？我不行，气质淳朴。也是哦。我不演。程哥哥，咱们公司这么大的项目，这任务就交到你的肩膀上了。他们想演还没这气质呢，对不起，雷。哎，没事。这是你的荣誉。我不演。你看看你，您简直是风流倜傥、玉树临风，整个园区里你就是颜值担当、门面代表啊！哎，没事，他就是，对，就是。我说了，我不演。哎，不演是不是？嗯，不演。都别演了，都别干了，公司也别办了，别劝我啊，都别干了。不行，我死之前我给甲方我打个电话。嗯，等一下，我演。我倒个带啊，来，三围身高体重来记一下。我来记吧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啊，没问题。我要亲自挑选跟我搭戏的女演员。批准了，说好了吗？那位姐姐。哇，这也是你的荣誉。今天这道美味的臭冬瓜就做好了，大家学会了吗？欢迎大家以后继续关注郑雅轩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啊，没想到拍个短视频怎么这么累。你以为呢？没什么事是容易的好吗？你有病？十万了，我昨天干了多少来着？昨天三万多。给你看个好东西。现在呢，我们把煮好的冬瓜装盘。学会了吗？欢迎大家以后继续。喂，李总监，你看我们那个视频了吗？为什么不告诉我豆可奶茶的执行人换人了？啊，作为你的甲方，我要第一时间知道关于这个项目以及这个项目的执行人全部动向，否则我就换掉爸爸艾德。喂，喂，凶什么凶？咋了？凶啊！走那么快干啥？车都没到呢。我脚疼啊！每天都穿高跟鞋，不累吗？累啊。但是啊，只有他，还有他，能提醒我，我还是个女人。每天都太忙了，都没时间收拾自己。哎呀，你已经很漂亮了，不需要谁来提醒你的。程哥，你今天嘴巴怎么这么甜？我呢，是因为我今天没有带公交卡，可能需要用一下你的。我就知道，对你不能有太多期待。叶大设计师。哎，雅妮姐，上车。我啊，对，就是你。你等一下啊，姐姐，我走了。你姐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车上说。太巧了，雅妮姐，你为什么会路过这儿？一点也不巧，我是特意过来看看的。没想到你还真在这儿。特意？为什么呀？毕竟是给我的饭店招揽了大量顾客的大功臣，接送一下你没什么的。啊，
刚罚你手机，自己看吧。这么多人啊！赶紧发一盒卫生给你。我一定会继续加油的。嗯，安妮姐，没想到跟你相处还是挺开心。我这个人啊，三观就是跟着五官走，就喜欢你那种漂亮、嘴又甜的小妹妹。你住哪儿？我送你。嗯，是路吗？快说吧，我送你。嗯，豫园小区。是淮州路的豫园小区？对，就是那。麻烦了，豫园小区。雅妮姐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没事儿。住在几楼啊？我住在四楼。你要不要上去坐会儿啊？喝点东西。好呀。走啊走啊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么巧，我送叶璇回家。那既然这样，就一块去叶璇家坐坐吧。走吧。走啊。等一会儿水开了，就按我跟你说的那个比例做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雅妮姐。嗯。盯着我干嘛呀？你为什么让他负责你的案子？那你呢？一向挑剔，从来不用新人的李大总监，你又看上他什么了呢？我的项目是他自己争取过来的。那我们不一样，我是看到了他的潜力，主动把机会给他的。你怪不人吧？叶璇是我的人。叶璇是你的人？哎呦，这话我怎么听这么耳熟啊？要没记错的话，以前你也跟我说过。想让叶璇接奥可的案子很简单，只要你同意奥可和周亚轩合作，叶璇就可以回来了。他怎么同时服务两个甲方？他有潜力，我倒觉得他可以。雅妮姐，按照你教我的方式做的奶茶，尝尝吧。看上去又不错。雅妮姐教的好。什么时候不喝奶茶改喝可乐了？跟我分手以后？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我说的事情，你好好想一想。雅妮姐，你回去啦？回去了。那我送送你。嗯，好。嗯，你路上慢点啊，拜拜。提醒一下啊，厨房有东西糊了。
手没烫着吧？你在搞什么？哎呀，我的脑子，我忘关燃气了。你差点把房东的房子给点了，你知道吗？当时的场面是这样的，李守熙打开 PPT 开始提案，就被甲方的李泽南当场打断，提出了一个角度刁钻的问题。李守熙愣了足足有一分钟，后来李守熙每嘴动一次，李泽南就打断一次，动一次，打断一次，动一次，打死，动死，打死，动死，别闹。仔细听我继续说啊，后来的提案会啊，可谓是愈演愈烈。他们奥克个个都像吃了枪药一样，尤其是那李泽南，所有的炮弹呀都噼里啪啦砰，个个都精准的投到了李守熙身上，场面那是相当的尴尬呀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别然后了，小心你身后。什么？别然后了，小心你身后。他说：“小心你身后。”李守熙，你跟我来趟会议室。李守熙，对不起啊，我……你应该也听丽娜说了。我昨天去奥可提案不是很顺利，甲方要求我们今天再出一版方案，如果还通不过，这单就没了。啊！我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状况。你也知道，窦可这个案子对我们公司来说有多重要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不然我现在去改改方案。你先坐。关于设计方案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跟你请教一下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您就尽管吩咐。这个地方，你干嘛呀？疼不疼？费用啊。你说我这也没做梦啊，怎么就这么神奇啊？今天这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，李守熙跟叶璇居然化敌为友了。对呀，你们呀，对李守熙一无所知。现在呢，我们把煮好的冬瓜装盘。周总，左南，周亚轩的视频你看过了吗？啊，我看过，效果还不错。你之前为什么不跟他们合作？你知道吗？周亚轩今年在新媒体广告上的预算有多少？500万。周总，是这样的，我考虑到我不管你们之前什么关系，后来发生了什么，我需要的是你把这500万名正言顺的从88亿的切过来。周总。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嗯，我要的不是你觉得，我要的是胡雅妮变成我们奥可的客户，至于怎么做那是你的事情。
哎，是我，李泽南。找我干嘛？我想跟你聊一聊。是聊工作还是聊生活？工作。我在做 SPA， 你来找我吧。先生您好，请问你找谁？啊，我找胡小姐。您这边请。胡总，我这次来是希望我们奥可可以成为智雅轩的新媒体独家供应商。相比其他公司，我们无论是从专业角度还是相关执行经验，在业内都是有口皆碑的。我希望您能重新考虑一下我们。我们也会请专业的影视化团队配合网络大 V 造势，将您和智雅轩打造成这座城市的网红符号。上次拒绝合作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跟您道歉，对不起。这要是求婚的话，可就娶错人了。谁啊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市场部的负责人艾米。你好，李总监。艾米，记得欠我顿饭啊。我和艾米打了个赌，猜你会不会把我认错。果然啊，这男人分了手啊，就是完全不一样。有趣吗？胡雅妮，我这次来是真心跟你聊合作的。既然奥可跟我合作，那我就是你的甲方，所以首先你不许生气。合作上的事情，艾米会联系。哎，李总监，智雅轩针对这波线上营销，邀请四 A 公司进行一轮比稿，我们非常欢迎奥可公司参与进来。比稿定在什么时候？明天。准确来说，不足24小时。提前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哎，等一下，胡总还有一个要求，他非常喜欢巴巴艾德那个叫叶璇的小设计，希望巴巴艾德可以作为奥可的执行公司一起参与进来。邮箱没问题吧？对的。今天辛苦你了。怎么会呢，李首席，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。行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好。您不回去吗？你先下去吧，我等会儿。那您也别太晚啊。嗯。啊，真的，就李首席他是一个就但是我觉得从这那种哎来了。连李首席都被你搞定了，在下真是佩服佩服。等会儿咱们一块去聚个餐，你也跟我们说说是怎么和李首席握手言和的呗。不能让小叶请，你请。咱们 A 一下。哎呦，加班呢？啊，对呀，我们都干活呢，没有加班费啊。知道，人家公司呢都是一月双薪，我们呢是一清二白。哎，既然我们都没有加班费了，是不是应该拿美食诱惑咱们一下呀？行吧，一会儿聚餐，正好说点大事儿。哎呦，李总，李总，李总真总啊，太大方了啊！李首席，一会儿聚餐去啊。嗯，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为什么呀？家里还有点事儿。家里有，哎，这家里事儿不着急啊。那个今天一个都不能少啊，准备准备吧。啊，好，准备准备，快快快快。从前学不会遗忘，总把遗憾留在时光里，每一次见证人生无常，总会
前总喜欢掺假，人生路上谁会没受过伤，遇见再大风浪遍体鳞伤，也不要失去希望，也曾想过要放弃一切，也曾想象整个世界妥协，也曾想向整个世界妥协，阳光照射不到，更要让火种不被熄灭，也曾面对